这个是我们玻璃的一个特殊打包方式，因为我们玻璃是一个特殊的三角形，所以呢我们所有的都是一个定制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托盘，四周呢加了一个这样的木板，所以它的运输是非常安全的，非常的就防止它的磕碰。其实玻璃的打包它是非常特殊的，也需要花费非常多的人力和物力，还有一直时间。其实不是每一家工厂都能够做到的，但是我们作为 RAX TENT 的品牌，我们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。